只见在钢琴流转，这名大陆六岁女童陈安可的琴艺让台下观众拍手叫好，就连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人艾伦迪珍妮都频频夸赞。So good， 非常好，非常好。画面上专注的神情让人差点忘了她仅是一名六岁的小女生。不过接受访问时，她也展现天真的一面。Brothers and sisters， 你有没有兄弟姐妹？我没有，但是我听见的，说哎呀，我要妈妈求你了，给我生一个小宝宝。No， but she really wants one。Yes。夸张表情，可爱模样，虏获人心。其实别看她年纪小小，精湛的琴艺也上过这档美国真人秀。当时的他年龄更小，仅五岁，出生之赌不畏虎的模样令外界印象深刻。而这样的本事得归功他从三岁半开始每天都得练琴四小时的训练，有天分又努力的态度果然让他获得满堂彩。这影片于综合报道。